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国留学，让我对当地的人事物感到非常的好奇。然后我在校园里也结交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我们时常一起出去玩，一起去逛夜市，还有一起品尝好吃的食物。虽然这些食物很美味，但是没有妈妈的一道简简单单的料理进来的幸福。Cooking Love 分享爱。